王俊凯中餐厅四造型曝光，干净又清爽，但状态惹人心疼，好瘦。应广大网友和粉丝的期待，王俊凯正式回归了，目前正在武汉录制，路透图也随着曝光。路透图中，王俊凯在户外录制，身边并没有中餐厅四中的相关嘉宾，只有杜海涛一个艺人。那这节目是怎么录制的呢？其实武汉是终点站，也是此季收官的地方，所以说很有可能王俊凯是提前在武汉开始录制，接下来就期待大家的会合了。不过王俊凯留这么长的刘海也是有作用的，目的是为了方便做造型。在路透图中，王俊凯长头发做了一个很清爽的中分发型，另外还扎上了一个小揪揪，十分帅气。这个发型是很适合王俊凯的，不过王俊凯的状态却让人有些担心。从路透图来看，王俊凯非常瘦，脸很小，一点赘肉都没有，另外腿也很细，看起来就跟胳膊一样，整个人又高又显得有些单薄。新一季的中餐厅，王俊凯有很多熟悉的朋友，一个是黄晓明，一个是林大厨，